终于要挑战魔王了。按照设定，只要我们在决战时合成出王者之剑，就可以轻松秒杀 BOSS。但是王者之剑的合成几率超低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龙狗是办不到的。但我们可是闯荡召唤峡谷、传说战场风之谷的资深英雄，没有我们看不破的配方。橘脑板，章鱼哥，远古兽爷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没有同个系列吗？太坑太大了吧！等一下，我们要开个小会。哎，你这配方哪来的？终极道具难道不是把最贵的道具弄在一起吗？你氪金游戏玩多了吗？为了凑海绵宝宝系列，你该不会把钱给花光了吧？关键时刻看宝洁，不是，是看我的秘方。宝贵。我三天没洗的袜子。远古金针花。嘿咻！不要想不到形容词就加远古吧。哎，小当家都出来是怎样了？那个，我可以吃吗？等一下，我们要开个小会。你这配方也太凉光了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要领便当了。没道理啊，中华一般是这样写的。导演，我还想要演第二集，不想死。那真是有够惨！接下来轮到我上场，我的配方可是超经典的。葫芦，葫芦，哼，葫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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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！要的。美术，你这葫芦也画得太阳春。棒 QQ， 我就说吧，动画片演的怎么能当真呢？二老在哈罗，看来我们别无选择了。不，我们认输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人家还不想领便当啦。苹果，加油！金毛夹。才可以这样搞啊！2020青春最尬电 Q 搞怪的光明勇士，还不快来玩！